BF1500 更换动刀定刀，首先拆下缩箱塑料上罩。然后拆下砧板，拆卸缩箱塑料下罩，拆卸剪线连杆的两颗螺丝，用二的七字扳手拆除动刀，用二的七字扳手更换动刀。将其拧紧，然后用二的 T 字扳手转动涂红色记号笔的动刀，刮除记号则更换完成。动刀更换完成，用二的七字扳手更换定刀。用二的 T 字扳手转动涂上红色记号笔的动刀，刮除则更换完成。然后依次装上剪线连杆的螺丝，装上砧板，装上缩箱塑料上罩壳，装上缩箱塑料下罩壳。